堵住自己的福德漏洞，不管外界什么声音，都要听听自己内心的佛音。为什么？外面说这个人很坏，哎呦，菩萨说众生皆具佛性，可能人家有很多难言之处呢。哎呀，这个人偷东西，不会吧？他们又穷得了，连这个东西都要偷啊！哎呦，你老婆在外面跟一个男人在过马路啊？不会吧？我老婆对我很忠诚的，自己舒服啊！啊，我老婆跟哪个男人？啊，是吗？我发誓是跟一个男人在外面，哗，火冒三丈，回到家里，老婆，你尽力说，你到底跟哪个男人出去了？我跟你爸爸呀。把你爸爸买拐棍去了呀，你为什么还这么讲我了？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开始讲了，老婆一讲讲男人，对不起哦。烦恼怎么来的？自己找来的，耳朵听来的。所以不想烦恼的人，六根清净，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要给我关注，不要去听不该听的，说不该说的，看不该看的东西。想好一个方法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想，嗯，菩萨对我的考验，这个很厉害啊，我教你们啦，今天晚上你们来的人有福啦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菩萨要考验我了，嗯，菩萨考验我，让我发脾气，我就不发。菩萨说，你看这么多好吃的，你吃吗？不吃，我吃素的啊，对不对啊？菩萨说了，哟，这个名牌正好在减价，买吧，不买，买吧，不买，菩萨在考验我呢。你们这么一想，成功了。